修行参甲神圣呀，咱从伊开始甲导佛师。感谢大家平安。今日咱有个修行参，但是今仔日咱的总会定即个主日，做全台湾基督教会纪念上元的纪念主日。所以今仔日是咱教会这边，咱嘛爱纪念伫咱中间这五年会的人。我毋忙，对呾了后，联合教会的兄弟若看到年纪较大的，千万千万毋通甲这年纪较大的人叫讲这老伙仔啦。在咱中间，这有年岁的人，伊毋是阁老阁贵，伊是老大人，伊是有尊贵的长辈，伊一世人为着因的家庭，为着这个家子，为着这个社会，因会做做甲袂做，因尽因所会，人敢若伫咧吐丝，会当认吐，啊，为人到即摆七八十啊，也无法度通去停脚，对不对？咱永福教会兄弟，千万面对长辈时，咱毋通叫伊啥？老伯啊！袂使叫伊老伯啊！咱嘛不准家己讲我即老伯啊，所以我已经老啊，我老伯啊，啊你毋通阁叫我创啥物？拜托，伫上帝面前，每一个生命拢真尊贵。OK， 昨暝开小会时。咱的代理长老、官长老讲，咱教会65岁以上的人有偌济，你敢知？100外人，65岁。所以安尼已经占咱教会差不多1/4的人数。当然，咱有真侪人无，逐礼拜拢来，啊，那只个安尼差不多是4/4。咱的教会拜托，爱甲遮个尊贵的长辈甲顾好。咱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遮个长辈顾好。原因，若遮个为着社会、为着家庭拼一世人，拼到尾啊，因无法度通得到一个安全的生活来到来结束。我想整个社会、整个教会对伊有滴亏欠。那假使任何一个长辈，伫家庭的中间真孤单，来结束伊人生，我想无论伊的子孙搁较有才情，拢是变相，拢是不应该。所以，我伫遮趁这个上年纪念组织，我伫遮呼吁，任何人伫永福教会的出入，你若感觉你孤单，你若感觉你家己伫厝内生活无伴，拜托你家己做一项代志，你爱行出来，你爱行出来，这是你的职责。然后你爱甲人拍电话，你爱甲牧师、甲教会传道，你爱甲教会内的人讲，我需要有伴，我需要有人甲我互动。我需要也搁卡手的担当，我想要创啥？教会有啥物代志，我会当参与。甲每一个人爱做一部分，然后教会搁做一部分。袂使你家己真念经，然后搁惊人知，啊惊人知，啊搁担啊讲我真孤单，啊搁惊人知，我真问题真多，啊搁惊人知，然后再搁讲上帝真无听我，教会毋捌我。每一个人会记得一项，咱一世人咱袂使靠外上帝，人有人的一部分，你有你爱做的工，上帝也有上帝扮演的角色。每一个人袂使怨叹伊的是大人，伊的囝儿家己囝儿爱做囝儿的本分，爱做囝儿真做囝儿爱做的工，父母做父母的角色。所以这两边，任何一边拢袂使牵拖另外一边。所以，这是上元纪念主日，
我望上帝使用这个长辈，我嘛唔望永乐教会是一个上好款待长辈的教会，因为咱都有款待因，有一日咱会老，咱来创造一个环境，迄、那个环境会当尊重长辈，有时咱老的时候，人嘛尊重咱。我咧讲对唔对？所以拜托你返去，你已经去友好你的时代人，因为你的囝看了有迄个模式，然后伊会将来伊嘛友好你，大家拢有一个模式。所以愿永乐教会长辈是幸福，拜托感恩满足的把长辈。OK， 今日咱要收信餐。信餐的意义伫倒位？咱知法国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做卡恋，拿破仑，那个卡恋。然后，你知伊到伊一世人有真侪风光回忆。咱即摆去法国，看迄个法国的迄、那个凯旋门，诶，伫伊的手创，伊甲法国最名的真水的花店，哇，这是欧洲的历史的精工采集啊！但是伊到尾啊，伊的人生真凄惨，伊到尾互人送去一个孤岛，全关伫遐，一世人全关伫遐。真可惜，伊当伊真行伍真青影的时，人常常犯着这个，就是真青影、真有成就的时，伊无把上帝看在眼内，等于互人放逐去伫一个孤岛的时。伊伫遐安静落去，因为伊无法度创新，然后伊好好伫遐读圣经，伊好好伫遐领受上帝，恳求上帝怜悯赦免，恳求上帝还有一个重新过来的生命。后来人问伊讲：“你伫一世人上快乐的是啥？”伊咧讲：“我人生上快乐的就是第一摆修圣餐，第一摆。”坐主的道，第一摆感觉，在我的人生的中间，甲上帝遐尼接近。伊的人生啊，感觉讲修行禅是遐尼要紧，比伊过去按怎样伫咧占领欧洲，按怎伫咧建立欧洲的一挂上光彩的资料，伊感觉那安尼对照，无算什么，独独伊甲主伫耶稣基督的名。进入上帝恩典上水，咱今日咱要修圣餐，今日不是干那咱伫咧修圣餐，其实今仔日是全世界基督徒伫咧修圣餐，今仔是普世圣餐之日。无你到伫亚洲、欧洲、东欧什么，这个日子就是大家拢伫咧修圣餐，伫咧纪念耶稣。选择修圣餐，伫咧纪念耶稣，因为耶稣一世人，对圣诞节伊的诞生，对受难日纪念伊啊受难，受难定义受难，后来复活，然后伊的出世到伊的死，伊的死到伊的复活，全讲伫这个只基督徒发展出一个新的意义来。耶稣三十岁出来，三十三岁用定死。耶稣一个无罪的人，耶稣一世人所讲所做遐尼水，啥事伊都爱行这条路。原来上帝，予伊扮演一个角色，伊的独生圣子扮演，看上帝羊羔，除去世间人的罪。因为伫这个只，咱的纪念耶稣。就是来纪念用圣餐，咱伫咧纪念伊，是看上帝羊羔。所以，伫这个圣餐，咱要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讲真正遮尼世间人亲像虫，世间人软弱软弱背叛上帝，常常做上帝艰苦心的事，太上帝也搁遮尼疼咱。原来伊伫遐。讲一句话，讲上帝将伊独生子仔生出世间，我见那信伊的会沉沦，会得到永远活。伫即
只个才咧看见天顶的上帝耶稣咧讲咧，讲咱天父的老爸，伊怎样伫咧疼每一个生命。所以伫这个只，我要呼吁所有的人，无论你是什么款的年龄层，无论你是什么款的年龄层的来源，每一个年龄层拢有伊的危机伫遐。少年人有少年人的危机，因为我像我拢要提醒大家，你唔通像我这读册囡仔真单纯的学校，即个所有全世界伫咧卖毒的人，拢通过学校的系统伫咧赚钱。学校囡仔真单纯，学校囡仔认真爱滚。然后，即个卖毒的人通过这个去吸收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唔通怪讲咱囡仔拢真乖真念，真侪时阵伫后壁咧创啥你唔知。最近有一个青年陈化老师，我咧工作，教我真好个一群咧工作的官，讲要出去外口家己开设。但是，因上面对我真好，上面因会招我投资，一人出一寡钱，要卖毒。我讲 no， 请你即时离开这个群。各位，这个毒的系统到底达所在去？你唔通想讲，哇！我囡仔是大汉啦，离开学校，即摆咧工作，工作有工作的危机伫遐。我的囡仔食到三十啊，拢也无结婚。我跟你讲，无结婚，唔是啥物话题。有当时啊，结婚了才是大无大话题。所以，人生伫每一个阶段有伊个问题，有伊真水个光彩个，甲可能性伫遐 potential， 嘛有一个真危险个。但年老个人，我要讲年老个人，嘛有真侪危机。信用就是把这些人串联起来，拢来，你拢有，不管你的背景是啥，拢来，拢来到位，而且有团结，团结为你，将每一个人你主动加入一个团结，你唔通看见这些个团结，因为你若看见伊，伫你需要的时，你就得袂到伊的恩典，伊的疼痛，伊的需要。所以，将大人拢进来，少年人可以进来，而且少年人是团结的朋友，因为一寡本。大人咧读册以外，又出的时间无多，伊迄出的时间若甲团结的人斗阵，伊是无将的。出的时间，伊若无甲团结的人斗阵，伊就是去外口做伊的群，念着当时念对了，你毋知。同款，每一个年龄层拢同款，到位即个只要一寡团结，拢请你来。你请伊有一个需要的时，换一个团结来听你。那伫即个只，咱来讲，上帝疼世间人。唔忘上帝的听，通过教会做一个平台，然后就念到伫你，互你在生的时活甲真丰富，真有目标，真知影你咧创啥。然后死唔是生命的结束，死是生命另外一个延伸，甲咱转化伊的形态，化伊形态来听。后壁咱也佫有永远的画面。咱伫即个上帝一步一步咧表明，伊听你。那通过这个圣餐，因为咱讲耶稣是上帝赏赐予咱代替咱受罪的羊羔。每一个宗教拢有伊的迄个祭仪祭典，比如讲有教的人民间宗啊，太低都有奇怪，你敢无感觉？因这正式的宗教，因是袂使食草的，袂使杀。太精神的，啥事因伫这一点的中间，都爱搁太低，倒样。而且真要紧的是，低样过恶，替因死，替因流血。所以，迄个有一个宗教的意义，就是赎罪。那咱无太低，咱无倒样，咱无太过太恶，上帝见本身。替咱受定的是戒定，耶稣，你的罪，我的罪，咱一世人犯的罪有够多，
你无可能用是偌侪好伫咧，你一日讲偌侪话，一世人，一日你无代无志，发偌侪无应该的脾气，一日你真侪有真侪时阵，你逐日发出来的物件，好的是你应该，伤害是你无应该。那迄个做一个人，就应该做最好、最对的代志，迄是你的责任，基本的责任。所以人要做好，无啥物通夸口。连到咱无去做好，干那哩顾家己、活伫家己，这都爱求助人命。呀，佮何况咱有真侪时阵，咱的脾气无应该，咱讲话无应该，咱该做佮无去做，咱答应的佮无安尼照安尼。哇，就你要安怎去处理你家己的罪心满满这项事？但上帝嘛，不爱咱踮伫迄个哀怨，也是干那感觉流目屎。我苦啊，我会做啦，我较会念念遐尼惨。上帝嘛，不爱安尼。上帝对咱讲，我的囝，你的过失，伫我的独生圣囝耶稣，已经拢替你担起来。所以保罗伫遮甲咱讲啥？若有人在基督内面，伊就真做一个新创造的。因为咱所谓两只大量耶稣给咱担起，担起了后，伊敢若讲，那敢若耶稣对迄个犯罪的负责人讲：“你逃亡，你自由啦。”有人定你的罪无？迄、那个负责人讲：“无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嘛无定你的罪。”在这个信仰内面，上帝予咱一个真水真水的，就是讲，你也都有一摆过一摆的机会，你有第二摆的机会。所以，兄弟，当你一摆一摆进入伫这个圣殿三角，甲兄弟姊妹三个去献餐，我爱上面就是你要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予你有过一摆的机会。在咱的人生，上帝啊，你太会遐尼疼我，拢无甲我计较，拢无电话来做。拢无算我，若要算，我的两只乱足得罪你，算袂了。所以基督徒通过这个过程，予咱有活伫罪内面，颠倒是活伫新生命的内面的欢喜。啊，这个咱们常常通过这个讲，耶稣啊，感谢你，我嘛要甲你同死，伫罪内死，然后同倒我。在新的画面内面，我要画出一个新的方式，予人看见我的好的行为，就应当归于上帝。因为有当时啊，人会互相比较，哦，伊太遐尼高，啊，我太遮尼含慢，啊，伊太安怎，啊，我太安怎，毋免比。有教授，有教授伫咧笑一个杜淳的人，哈，这个天文地理，你太拢毋捌，啊，一世人你敢那当遮咧过存啊？你的人生啊，在安尼过一世人，安尼讲有啥物意义？一个教授咧笑迄个古村的人，笑到一个点讲：啊，你的囝呢？一个做梦啦，一个大死人嘛。哎呦，啊你这代，啊你的囝都安尼，啊咱要当时你早有当出发啦。笑到一个点讲：迄个古村的人，怎啊，甲几代村甲并？啊！迄个教授，有只甲笑甲无一块好个教授，伫咧河里内面，安尼望个想个，感觉食水食到哀哀叫个时，杜淳个则个，甲个牌仔佫拖来，拖甲杀去，你佫笑看卖啊！你佫笑看卖啊！你拍了侪天文地理，你即个伫水里内面，我若互你死，你着死。一点你都袂晓，一点我都比你较老。虽然我一世人我无法度通，无亲像你有才调，无亲像你有迄个家境，无亲像你有迄个机会，但我伫咧读遐侪册。但我一世人我尽职伫遮，人需要过就袂当过。我着照伊个时间，照伊个需要，一逝来一逝去，送甲大家人拢安然转去。因家还是安尼去到要去的所在，我一世人重视伫遮咧笑我啥？恁的家庭无要去台南，
啊，恁的家族人死的是啥物代？所以，立委伫教会内面，咱们对这个耶稣来讲，有人五千的，有人两千的，有人一千的。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人恁领受的几千，会记得一项，五千的你尽心去做，上帝讲好啊，好个尽心尽忠的劳苦。两千的你嘛尽心去做，上帝讲好啊，好个尽忠的劳苦。那你是一千的，你嘛尽心去做，上帝嘛讲好啊，好个尽忠的劳苦。连都北较侪，还做较侪呢？连都做着张乐大，还做较侪呢？所以，唔免看别人，即卖来讲，我伫这方面，我领受偌侪，我都尽心做偌侪，都凡事感谢上帝。基督徒干呐，就是努力一项，每一个人有空占土地，伫上帝国度内面，咱敢要活出一个伫基督内面的新生命，无人空占土地。修圣餐就是真要紧的呢。保罗伫哥林多的教会来讲一下，恁伫咧修圣餐的时，颠倒恁咧修圣餐的聚会，对恁是有损害无利益。因为哥林多的教会，迄是海港，真侪人伫遐做生意。真侪人伫遐出入甲外口交钱，真厉害。遐毛真侪庙事真兴旺，所以遐个人斗阵的时，有当时咧收圣餐，然后有个人煞先食，有个人慢食，有个人甲迄个圣餐咧啉的酒，啊，啉到啥酒醉。咱个教会内面无机会啉到酒醉嘛。天主教的信徒有机会，就像天主教的信徒跟咱无共款啊。天主教即马较侪拢用正的葡萄酒，啊，迄个圣修圣餐的时，遐酒发倒偌侪，拢爱主持圣餐的信徒爱家己啉了，所以有当时个量也占了无好势，去是出席的人数甲准备的量也占了无好势。迄、那个行为咧，为着啉迄个啉呾啥酒醉，所以通常来讲，天主教的信徒酒量拢袂歹。啊，哥林多的教会，因伫咧迄个时无叫做圣餐，迄、那个时叫做主的晚餐，所以大家人斗阵食晚餐来纪念主。来，迄个时因无尊重，因食暗顿，啉迄个酒。因拍乱规矩，有一挂人先食，有一挂人较慢到，无通食，头前个叫食了了。嘿，咱有当时啊，即个吼，咱咧食爱餐，有当时啊，我犯着即个毛病咧。头前先食，买到规大盘，啊，后壁较慢到，啊，后壁遐个拢伫咧做工，后壁遐个咧算钱，后壁来到，哇，到你到遐，我物件无了，结果。咱礼拜十一点遐煞，因来做到十二点外一点，结果为着圣工遐侪人去煞有物件通食，因头前个人食到饱顶去，佫共包定。所以，就因遐侪先到的人，但是爱小可念一下后壁。其实保罗伫个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两项，恁伫教会内面激动派。大家人无尊主最大，敢若感觉伫咧激动派。然后恁伫咧食晚餐的时，无照规矩来，无去想着后壁的人。头前个食到胀饱，食到啉酒，啉到酒醉，后壁的人逐项拢无，教会已经无规矩去啦。所以保罗责备遮个教会领导者，然后整个教会来重新调整。所以我想咱从咱甲入来到伫主会堂，咧看到咱大强调的是三听合一。咱表明咱伫耶稣基督内面，咱真正是主乎咱成做一家人。我想一个，当然咱要看耶稣逐摆，耶稣的方式是逐摆伊若要招一个学生，修
暗餐的时，提饼、竹虾、泡、开、胡萝卜生。啊，咱今仔日咱有一个提饼、竹虾，感谢上帝。拍破，迄、那个拍破的人生，表示唔是为着家己保留，爱为着上帝百姓，为着上帝的造化的世界，拍破咱家己去分享。啊，这种一个培养咱基督徒，要反省。通过这个，昨年我有，拜五晚我有，前两晚我接到一个电话。因为看牧师伫咱英国教会，看王牧师伫英国教会一个修圣餐的方式，感觉袂当理解，都艰苦心，所以佫拍电话去咱的总会问讲，安尼创感觉，啥人有资格修圣餐？因为咱请问啥人有资格修圣餐？在这段时刻，耶稣几学生？12个。耶稣12个学生在身边一暝培养3年半，然后耶稣就很慢，12个学生就一个出会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搞很慢，就是出会伊的犹大。请问耶稣有邀请犹大三个伯伯吃过晚餐了无？有无？有，罪人。就是你是罪人，上帝还阁继续听你。就是你还阁你的人生即个有真侪气格，上帝还阁 ing 进行试炼的听你。每次听的行为是在做一个呼唤，放下回来吧。因为我们通会记得每一次修行参对，那是一个恩典，那是一个恩典。你若是恩典的人，不通回头过去说你没资格，你没资格，是这样。谁人没资格？当然，每一个等下摕到饼、摕到杯的人，大家人大声做几样代志，感谢上帝，予阮伫耶稣基督的厅内面得到这个下罪的稳定，愿圣神保持我这个谦卑认罪的心，予我会当来过达这个生活。啊，这个。是咱伫个修行餐，大家人爱做个工。所以修行餐上面，认咱家己个罪，求主赦免，还是即个痛，我要继续追求。伫永福教会，毋茫抱着即款个信仰个态度甲精神。无论啥人，无论啥人，有迄个句话，无论啥人，上帝永远听你。上帝永远无弃杀你，然后请你也唔通弃杀你家己。Okay. 所以要安怎样？伫这个，这真正这是一个足水足水稳定的话。耶稣不断伫咧对所有的人讲：，既然都苦归当当的，拢来就无我，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今日咱都讲今日是。上年的主日，在我35岁，在美国提这个老人家的故事的时，我个心内干那一项，要安怎努力，让每一个生命到最后时用感谢来结束伊的人生，用感谢来结束伊的人生。这个是信仰的中间上要紧的一步，因为咱回头一看，大家人的来时路拢无同款，但是到最后，伊来当感谢，伊一切拢过去了。偌侪真请命的人到尾啊，到尾啊，迄一刻，
是真痛苦、真不满、真惊吓、真孤单。所以买的迄一刻，甲伊的财产偌济个拢无关系。到尾财产偌济，到最后遐土贵嘛尔。啊，咱买安怎真正来享受耶稣的邀请？如果袂人答应，拢来，你来一句话，我来互恁得着安尼。阳光教会就是做这个。牧师做一部分，牧师做袂到的另外一部分，请咱大家拢去做。因为这面太宽，大家人的需要我嘛不一定拢知。像你做伊的朋友，大家人身边拢有一群朋友，所以咱顶礼拜咱分组了，拜托每一个人伫你的厝边隔壁至少有三五个人，大家人恁会当拍电话，甚至暗时十一点半，你心内足难过，你也过会当甲吵起来拢无要紧。是你迄个附近遐，你甲吵起来，伊欢喜会甲你讲话。安尼讲讲以后，你心开平，你会当安静一过，伊嘛会当安静一过。我常常咧想一项代志，因我教会有一款咧，真侪家庭，真侪阿妈过咧出代志，是讲挂面两三点。但迄个出大代志了后，一个人走出去，要走喺倒，有路通去啊无？咱的社会无一定有这款的机构，咱的教会有可能有这款的存在。所以有一日，你若真正需要的时，我先有先跟你讲啊，你会当甲我搜查的话你啊。但是你离电铃我无听到。暗时的可能是我房间的电话有可能我嘛甲带起。啊，你来看看运气，然后感觉我需要一段安静，啊，但是你若把手机还是啥想法，你找着我，我一定甲你开门。比如讲，啊，有一个人，逐摆到旧年过年，伊的精神就出状况，是一个经济真好个人，逐摆到旧年过年，伊的精神就出状况，维持差不多两礼拜。我过一五年，因为伊叫一个大法师甲救助，伊一个朋友伫大陆，几啊摆去跳海，两个倒一个大师倒甲真深，出足侪钱。然后伊要出国的时候，大师来到伊面前，我要提一千，这个朋友先还伊五百，是要让伊去摕去印册、印先册。结果无几工，看到迄个大叔甲伊花伊个钱去买一台足水个车，伊艰苦先出去。后壁过来同年，到迄个有几过年时间，迄大叔就拍电话，你欠我多少？听无可以，伊心内话，如果我给你个钱是要印现钱，你敢摕去买车？后壁咧动起来无法，迄用法术。改这两个最少，伊伫遐袂好势，伊伫遮伫大伫大埔遮直直要跳海，所以我当年转来我来顾这个人。当年的迄、那个我都爱陪迄个人差不多，然后定定发作，拢是半暝，我都爱开一点钟的车去到环山顶去。后来我拍电话迄个大叔。当年我这边，伊无应该做这款的代志。你大叔啊，我说你顶个时间讲，一过去，一过去，这代志到这煞。我意思是，因为真爱遐济，耶稣基督按怎样伫规范每一个需要啦。迄个有可能转化变做二十一世纪，你甲我咱是耶稣的温度。咱来斗分担，即世间有真侪落苦的、孤单惊的人，伫你身边有真侪人，你不一定知影，因为你也会踏入伫人的性命甲踏入。原本一个人甲做坐倒了后，咱拢活出伊的性命，人生的记得。最后说完多谢，多谢。伫上帝
的旨意的内面，你欢喜顺服，搁顺服到你死。你欢喜过去上帝给你的时间，你嘛甲阮讲，今日要跟对你的人，大家人拢要踏进过去伊的时间。原我的时间就是我的护照，就是我的灵感，就是我的职责，就是我的这份疼。欢喜服在心，阮看到一个教会，伫咧做真多遮个慈爱、贴心，互疼会当担当起来。对台湾要送去到伫非洲有简单个所在，即拢是伫上帝个疼内面，结果阮爱做真多代志。啊，恳求上帝念伫阮信心鼓励，结果阮有迄个疼永远无散。祈祷感谢，各自信仰。